呀，运行还流畅，还省电，还省空间，里边还流畅。圆圆的是用来干嘛的？吃寿司的，回转寿司。那不是这是这样子的。哎，这个每个人家里买一套，坐在这里吃饭，这个菜过来就菜过来罢了。你连还没加热就跑掉了。把这个护栏拿掉是吧？坐在这里吃饭挺好的，吃一个吃一个。下次发现碗垮了，不是你要吃饭的时候，进菜的时候你不如把碗就放下来了，然后再一看，我操，我的碗。速度超慢。这个设计的好啊，这个是同速的呀，你看一个电梯，然后一个电梯。